我会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没有错，就像这首歌一样，我拍这个一分钟的视频，就想告诉大家，我想飞得更高。那么我的名字除了叫 Vincent 以外呢，要记得我是很容易的，我就是友谊的细菌，黄奕俊就是小弟。那么我平时呢是一位业余的主持人，主要是主持一些大大小小的结婚典礼以及一些公司的宴会。那么我的 limit 就只有这样子吗？我并不是那么觉得。什么？很拽啊？其实不会的，因为在我主持，在我学习的当时，都是以非常谦卑的心情的。所以呢，我的可塑性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中文 English 广东话 Hokkien 马来西亚，那么你要我狂野，还是你要我斯文，甚至唱歌，我就更加是确实不公了。所以选我吧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谢谢。